眉毛剩一半，周子瑜依然美到逆天。周子瑜新造型亮相，合成图翻摄自脸书。2018年3月22日。南韩女子天团 TWICE 台湾成员周子瑜脸蛋甜美，一举一动都深受粉丝喜爱。近日她跟住其他成员到泰国工作照曝光，眉毛不止染成咖啡色，眉形还成了一字眉，让粉丝大喊变成熟。这次她素颜入镜，虽然肌肤超好，但剩一半的眉毛几乎吸引所有人目光。为祝贺推特12周年，周子瑜大方送上素颜祝贺影片，整张脸超透亮，不仅白里透红，还亮到发光。不过可能因为工作满档，他看起来有几分疲累。但对于他的逆天美貌，粉丝见状仍旧大赞，狠骨追爷素颜子瑜。素颜美美的，加油。就算很累，还是女神啊，好美，素颜超逆天。怎么有办法这么美，好漂亮，子瑜最棒，太美了。别太累了，加油。周子瑜素颜超美，图翻摄自脸书。2018年3月22日。